来来，第五条，责任比较重。好好讲话很难吗？很难很难，真的很难。对，你可能真的难，你可能真的比较难。我觉得姐，你会用吼的。姐，我爸讲话在家里也是这样，然后我妈妈每次跟我爸有争执，我妈就说：“你知道我忍你爸爸忍了多久吗？要不是为了这个家。”然后我妈就说：“你知道我忍你爸爸忍了多久吗？要不是为了这个家。”不就是那个年代呀？他们一定会忍。我考国光艺校，我在高雄高中都连续留级两年，我考国光艺校，然后我爸就说：“就是。”哎，他就说你考国光校，你这个国光校人家都是当明星的，你当什么明星？你不看你长什么样子？哎呀，这样讲你啊，哎，人家一般富不嫌子丑呢。应该是子丑，都是像妈妈，令人鼻酸的。对对对，哎，一凡，来来来，因为我觉得夫妻之间要好好讲话更难，就是有时候我跟我老公就是叠对叠，然后互相伤害，我们把这当作一种乐趣跟情趣。但有时候我真的会相爱相杀，相杀。但我说真的很走心，比如说我本来他就知道我是睡眠比较有不好的人，很难入睡，然后他加上呢，就是他晚上会打呼，那就更难睡。所以我就演变成到现在，就是早上工作小孩弄完，其实都已经十点多了，才有我们的 me time 嘛，我才会就是自己在那边看个电视啊。滑手机放松，然后就演变成现在我是真的是要追剧追到睡着，就是没有声音我就醒来，真的是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我有点就是不 OK， 因为后来隔一天就会睡更晚，然后精神又更不好，注意力更不集中，不行，这样子我们会苍老。就是啊，然后可是因为白天太多烦心的事情，然后他有时候呢就是想要我早点睡，想要我睡得好，但他讲话的方式呢就是早上他就会直接拉开窗帘，然后就唱军歌，怒着砰拍等去飞舞，然后就让阳光洒进来，然后逼得我起来。我说你干嘛、啊？然后他说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子搞，你又不好好睡觉，然后你隔天精神不好，又对我们易怒，你这样痴呆，我以后还要照顾你，你知道吗？哇塞！啊，我说到这个阶段，大家都会比较谁可以活得比较久，不要给我找麻烦。他说你不要，你不要造成我的负担。然后我听了就很不开心，我就会一直走心这样。然后其实我觉得相由心生，因为那一阵子我就是情绪也不好，然后睡眠也不好。然后我一次化完全妆，然后觉得自己很美，已经到了那个后台就准备要录影了。然后他们就说你要不要去补妆？我说我已经化完全妆了。然后他们说可是你气色看起来就是很差哎。然后后来造型师有推荐我说。我觉得你这样子那个妆是没有办法遮的，因为痘疤黑眼圈可以遮，但气色这种东西骗不了人。然后他们就说你试试看这个法宝，那我今天有带来跟大家分享哦。对，这个就是睡前专用的益生菌，因为我吃了一阵子之后，我真的觉得我现在比较快可以入睡，不会东想西想的，然后呢睡眠也变得好很多。而且这个牌子呢，它是台湾市售第一名的益生菌品牌，然后它推出专门针对睡眠的这个益生菌，然后口碑都非常好，然后它可以帮助我们放松心情啦，然后提升睡眠品质，因为它里面有很厉害的复方，就是这个，它里面是像这个巧克力色的颜色，它里面呢有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芝麻素啦，还有维生素 E， 可以让我们隔天有活力有元气。那另外呢，它还添加现在欧美最流行的 GABA， 大家应该也常听过，然后还有南非醉茄跟色氨酸，然后可以帮助我们深层的睡眠放松。最重要的是它还有专利8口17倍活菌，那它是耐酸碱，可以把我们刚刚讲的所有珍贵的成分都到消化道作用，就可以刚刚这个助眠的好成分呢都可以发挥更好的效果。你有没有觉得它粉末蛮细的，而且有那种巧克力可可微甜的口味，巧克力味道，然后但是一喝水它其实就马上就融掉了，对，可可 对不对？我觉得讲真的，其实它不用喝水，好吃的，对，可以直接吃，它就像在就是好像巧克力，对，独立包装，有时候我们要去旅游啦、出国啦，我觉得都很方便携带，这样蛮好吃的，好吃啊！它就是睡前大概我是30分钟就一包，然后吃了之后我就觉得我真的比较快进入睡眠，然后隔天也不会那么容易，就是老公讲。机车化，我也不会动不动就发怒。现在其实每一个人压力真的老实说都很大，所以我觉得像我们三明治族群啊，或者上班族啊，或者日夜颠倒啊，或者是你正在经历一些就是年纪到了生理转变的妇女朋友，本来睡眠就比较困难，我觉得都很适合。那讲到这个，它其实还有为女性专门设计的这个蔓越莓益生菌，就是这个粉红色，酸酸甜甜，真的超好吃的，它就是酸酸甜甜，上面还有公主，对，然后。我现在其实我女儿13岁，就是这个
它跟卡通合作的，然后我们两个就会一起吃，因为它里面除了有蔓越莓的精粹之外，它也添加了女性专用的益生菌，然后呢它其实可以降低我们女性反复秘密困扰的问题。嗯，对，像是现在很多女生就是可能像我自己不爱喝水，所以很容易反复有问题，然后憋尿或者是久坐，或者穿很紧的裤子，现在女生都很爱运动嘛，其实穿长期穿很紧的 legging 什么其实都会造成反复的问题发生。那这里面也加了刚刚我们有提到的八口一七倍活菌，就是一样可以耐酸碱，让所有珍贵的成分发挥到它的作用，而且它的粉末就是很细，然后我女儿说妈这也太好吃了吧，就是不会卡在喉咙给几丢这样子，对对对，就很顺这样，所以我们两个现在就一起吃。那大人就是一包，一天一包，那像我女儿是 teenager 就是半包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顾到所有的各年龄女性困扰的人，还有像是孕妇也可以，或者是也是像刚刚讲到一定的年龄之后我们这个生理转变期的妇女都可以适合吃。而且它很厉害的是它可以长效达到16个小时，所以我觉得吃了之后就是一整天都觉得很清爽很舒适的感觉。那我觉得这个品牌我很喜欢，是因为它是针对不同的族群去设计他们需要的益生菌。它有出小朋友的超红的哦，真的吗？就是销售 number one 小朋友的益生菌，对，你知道这个牌子，我知道，就大卖场、网络都是销售第一名，然后口碑超好的，所以小朋友吃了就可以增强抵抗力，所以大家可以针对自己需要的去挑选。然后我自己吃的是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感，今天分享给大家。我现在觉得哈，我早上就是睡得比较好，看到我老公的脸都觉得他变帅了。所以我现在都叫他天母德华，就是会开心。对啊，讲话有没有那么机车了？自己消化，看什么事情哦，都会美丽。对啊，你心情不好，看什么都不 OK。对，对啊。那如果想要了解更多这个节目内容的朋友呢，可以到我们十一点热炒店的粉专。来，最后宋哥，宋哥，好好讲话，好好讲话很难吗？气死，因为你知道。过年也才刚结束，过年我们放假就是要干嘛？我们就是要熬夜耍废嘛。然后你知道谁知道一个礼拜后就真的发胖，真的好容易，好简单，马上。对，我洗完澡擦完身体，我都直接就是裸体要在房间那么拿衣服。然后我老公那一天，我这样弯腰拿衣服的时候，然后我老公就好过分了。床上你老公用生命在笑啊！对，然后我就看到我说干嘛？我说怎么了？他说你越来越大只，你每一次弯腰去拿内裤，我都听到内裤在哀嚎，救命啊！救命啊！更过分的是，饭还是要吃，只是吃多吃少嘛。我连夹一口菜，我老公都会在旁边跟女儿讲说：“哎，你们两个看，你们两个看。”史瑞克要吃饭咯，就一直讲说我史瑞克，对，会走心啊，会走心啊，所以后来我就很不喜欢吃晚餐，就他吃我就会在旁边一直看，而且你就在跟他讲说下次我就不脱衣服给你看了，对，没错，好啦，能成为家人是一种缘分，是很不容易的，爱就是好的坏的都要一起承担，对啦，越是那个亲密的这个伴侣啊，其实是越要珍惜的，我们一天到都谢谢那些啊请我们吃饭的人，哎，却忘了谢谢每天做饭给我们吃的人。对呀，所以三不五十哦，爱要及时啊，对不对啊？大家哦，这个是好好祝福大家来我们这边比较幸福，幸福是比较出来的，没那么惨。OK， 别人比你惨。回去记得跟你的家人说一声辛苦了啦，真的，因为你们也忍那么久了。谢谢大家，谢谢，谢谢。